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wi 李涵，我现在在伦敦的 Rosewood Hotel， 这是我的房间。现在要来告诉大家我平常入住房间的仪式。OK， 首先要先敲六下，按卡，然后 B 房卡。好，打开后不可以马上起来，这样。原来我在隔了秒钟。好，再进来。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，非常的有点凌乱，但是不要介意哦，这是时装周的战场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先不要开马桶盖，要先冲水。冲完之后呢，再打开上厕所，再把一些煤气去掉。记得开水龙头，大概留个五六秒钟的时候再关起来。记得晚上入住的时候，不要乱开抽屉还有衣柜，但是白天的时候要把窗帘打开照照太阳。我平常出国都一定会带的东西，因为我要带非常庞大的衣服还有厚重的衣服，所以我一定要带真空包装袋、行李称重器，可以精准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。再来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保养会带的东西。脸部按摩棒非常的厉害，它这边一转会转吗？眼霜、乳霜，再用按摩棒把它推开，顺便瘦小脸，不然隔天早上起床都会水肿。我一定会带太阳眼镜，这是我的新的墨镜，是不是很像骇客任务呢？我一定会带几个很好搭的小包包，很有造型感。这是新的 Burberry， 它是黑色基本款。那它呢很适合我，因为我很喜欢简单又个性的东西，里面的容量也很多，很够放。再来另外一个包包呢，它非常的特别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边边有没有很像封箱胶带？因为他们是走工业风，这个包包其实让你背起来很个性，但也可以很优雅。好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讲话有一点点呛，可能因为时差的关系吧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